黑糖糕，很好吃哦。我也要吃，很 Q 哦，很 Q 啊，黑糖糕超好吃的。屁啊，这样子要是你这样甩掉是 Q 啊。菜包跟超阿贵，觉得重点是老板娘很正，这样。这个呢，就是阿威的故事，发生在好几十年前。结果最后阿威呢，就走进去这个隧道。来到今天是5月25号，我们现在要出发去环岛。今天天气很好哦，就应该算是好的开始。Yes， 没错。首先先替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是我们的制服，跟环岛的制服。后面我们这件衣服后面有写“环岛”两个字。然后加上是排汗衫，就是我们夏天出去的时候是很适合穿的。那我们现在要出发，先去吃早餐。我们走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板桥的好处早餐，这是我们第一站。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已经有人在排队了。现在我们是提早半个小时到而已，就有人在排队。OK， 我们等一下来试试看吧。要开门了，我肚子饿了。你好，我要一个九层塔培根厚压饼。好，要加蛋吗？好。然后一个男朋友沙拉。它上面有半熟蛋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主要内容有咸猪肉，然后沙拉嘛，就有青菜，然后还有一个半熟蛋这样子。超好吃耶！它里面都是满满九层塔的味道。现在已经吃完早餐，然后来到了三峡老街。好，我们等一下会去三峡老街走一走，然后顺便拜拜。我的习惯就是，我出去的时候一定会先去庙里面拜拜，就是祈求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可以平安。小门，哇，三峡老街到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三峡老街就是充满古色古香，可是现在街道上是还没有开始营业，因为太早了。
来，我们已经到了桃园大溪的迎富送穷庙，给大家看一下。那当然来这边就是拜拜啦，祈求一下，看可不可以多赚一点钱。因为上次我本来就有排这个点啊，可是因为碍于行程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就没有停。那这次的话，我想说就把它排进去，这样看一下我要怎么祈福赚大钱。发大财，哟！发大财，哎哟！发大财，钱从天上掉下来。OK， 接下来我们刚刚已经拜拜完了，我相信神明会保佑我赚非常多的钱。然后接下来的话，我们下一个要去小熊博物馆，我们走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来到关西的小熊博物馆，给大家看一下小熊博物馆。噔噔，很可爱耶，好多小熊啊，就来带大家去里面看一下吧，走吧。顺便吹冷气，因为太热了，你看我脸都晒伤了。喂，来，泡澡应该是不用。嗨，我们现在刚已经离开小熊博物馆，因为小熊里面不能拍照，所以我们就没有拍照了。然后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新竹的北埔老街，我超久没来了，因为那个，因为我奶奶他们就是住这里，他以前老家要住这里，所以我现在舅公他们是住这边，对啊，而且很久没来，好 ，OK， 我们现在去北埔老街 ，Let's go。那北埔最多的什么？就是客家人，然后都有一些客家菜啊，然后都是有很多那种菜包什么的，给我们买一个黑糖糕，很好吃哦。黑糖糕超好吃的，屁啊！这样最好是你这样甩掉是 Q 了，蠢毙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买另外东西，就是客家很有名的，就是菜包跟超阿贵。就是里面没有包的，一个二十三，可以买一个皮，然后一个那种皮的菜包，一个皮。花桂皮，那就一个皮一个菜包啊，一个皮一个菜包，这是没有包的吗？对，所以我们买了一个没有包的跟一个菜包，一个包的，我帮你看到了，一个包的，好，要不要吃？我们等一下试试看，觉得好。重点是。老板娘很正，这样。对，老板娘。对，老板娘的菜包。然后我们现在肚子饿，我们要去吃饭，我们就选了一间就是店家这样。哎，我们就进去吧。哎，谢谢。我们点了一个干板条。客家人的板条最有名，而且很 Q， 好香的。然后还有笋子，还有姜丝炒大肠，东西超排球，像忘记怎么念。然后拌就拿来配大肠，先吃吧。超 Q 的。客家人的姜丝大肠就是要炒得很酸很酸，用那个醋精这样才就很下饭。加两个大肠配一个姜丝，有就是这个醋精的香味。现在试吃刚刚这个正妹老板娘的这个超阿贵皮。对，很好吃的，它的味道很够，不会有的都是只有粉味而已。嗯，而且很 Q 啊。要去哪里？还有个肉包哎。是菜包，不是肉包。菜包，菜包，试试看。好，菜包试试看，我帮你打开。它那个菜包下面有一层纸，可是我一只手没有办法把纸撕掉。嗯，好吃的，它里面的萝卜丝蛮好吃的。
萝卜丝还有什么？有虾米吗？没有虾米啊，有肉吧？肉末。肉末，然后胡椒，可是它的皮可以再 Q 一点。是啊。味道是不错。我们现在来到下一个景点，这边是那个苗栗的雅文什么什么什么七里香什么什么玫瑰花园啊。OK， 我给大家看一下，我觉得盖的还不错。你看，还有一个什么像一个玫瑰隧道的那个走道，走吧，我们走吧。第一次来吗？来啊，好高的楼梯。屁啊，这有多高啊！啊，我们现在已经走到雅文这个玫瑰这个里面，我们七里香玫瑰，它里面超香的，它都是那个玫瑰的香气。玫瑰。好，我们现在那种卖场体验馆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还没有那种晚上我们可以敷的面膜，去做一些保养品的部分。然后我们买了他的这个面膜，这个它是什么？玫瑰生态金面膜。这个我们等一下，它这个是五片装小包的，然后是台币175块。我们到时候晚上回民宿的时候，我们会开箱给大家看，看它的效果好不好？看我被敷的变成。萧敬腾。我们刚刚买了，用发票可以凭发票，就是买这个玫瑰冰淇淋，可以折20块。那我们现在半价，原本40变20块。不要抢我话，来你先试试看看，你觉得好不好吃？看它最准，好吃就好吃，不好吃就不好吃。我不行。我不喜欢，我应该吃原味的。而且我们刚刚没有整只玫瑰，我觉得 OK 啊。一半是香草，一半是玫瑰花。我好像是肥皂，我在嘴巴里面。这种肥皂，不那么可能。我不行。我觉得还不错啊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往下一个景点出发了。下一个景点是苗栗稻荷神社遗迹 ，Let's go！ 嘿，嗨，大家好。那个，我们这是下个景点，可是我们不是刚刚说要去那个什么稻荷神社遗址什么的，对不对？可是之后我们没有去，我们临时改了行程。我们这一站是那个泰安铁道文化村文化园区的。它这个是好像是那个旧的那个泰安火车站，对，它那边是旧火车站。哎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。然后这边就那个放一些旧照片啊，然后旧式的这个火车的这个椅子，然后就是要进去月台里面，月台。然后还有这个，这个好像山洞，这个就是进来之后，然后就可以往那个月台去，然后一边是可能是往北，一边是往南这样。今仔日是阿伟要做兵的日子，小玉玉也车头等伊。这个呢，就是阿伟的故事。
发生在好几十年前，结果最后阿威呢就走进去这个隧道，上了火车，离开了泰安火车站。好，然后我们已经到月台了，然后它这里有一个阶梯，它可以往下走，就往下走。大家可以站在铁道上面拍照，耶、yeah ！哎，那我们接下来要往下一个景点了，走吧。我有拍到一个。哦，是哦。还小。对啊。鸡心，花野菜，花野菜在哪？在那里。我们决定吃脆肠的鸡心跟花野菜，就这样就好了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要睡觉了。哎，现在时间是早上七点，我们第二天的行程就要开始啊。这是我们昨天晚上住的民宿，还不错。电视啊，然后它还有洗衣机，还蛮好的，也有冰箱，还算蛮方便的。所以这样有洗衣机对我们就是这种环岛要洗衣服的来讲，算是蛮好的。OK， 等一下我们要出发去吃早餐啊，走吧。